你好，我是 Megan， 我是这里的经理和老师，我已经在华乐园工作了6年。我们学校的班级比较小，这样呢，我们的学生就会有机会和他的同学还有老师进行华文的沟通。那我们很难找到一个非常适合孩子起步的一个教材，所以呢，我们会为新加坡的孩子量身定做一些教材。那在华文上来说，可能大家都想为了考试呀拿到好的分数呀，但是来到这里呢，我发现我们的团队很专业，我们会针对不一样的问题有很多很细致的研究。除了让学生能够帮助他们考试取得好分数，更多的呢是让他们学习到华文的文化，然后呢真的对华文产生兴趣。哇，